A. Hatchlock versus F. D. Sanayas.我不太喜欢在直线超车，但是这是一个时间比赛。这一点点时间以后，我不会再看见那辆 A186 了。什么？他还能跟着我？怎么？肯定是我的幻觉，不可能！什么？他真的跟上了？什么鬼？让一辆老破车抓住你是一个赛车手的最大耻辱。为什么我的 FD 在最不好的时间感觉慢？我在想，第二个涡轮还在工作吗？前面有个尖的弯道，但是他不刹车，他在想什么？什么？